第三个呢，如果甘久了阴道黏膜受到一点抑制、萎缩掉、膀胱也会一点影响，所以也比较容易会容易尿失禁的情形。啊，请问一下彭医师哦，在过去我们都认为说，女性的更年期年纪比较大的，她才有这种肝太太的一个危机。那听说你那边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来问诊来求诊，很多年轻的女生都是什么因为过度的减重，对，然后乱吃成药，她不晓得自己身体怎么回事，她就想说，哎，就吃药或者说为了爱美身材要好，就过度减重，造成我们体内气血不协调、肾气。 所谓的荷尔蒙不够，他就变成说，哎，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他是更年期，他来就诊的原因其实是为什么？他说，哎，医生，我的月经已经好久没有来了，三个月、半年都没有来，我身体怎么了？其实追根究底之下，其实他就是身体太干瘦、太过度减重，营养不良，生气也不足。还有再来一个就是说，想要怀孕的人没办法怀孕的人很多，可是二十几岁不想怀孕的人，有些就不小心怀孕。那这个不小心怀孕的状况下，有些人不能有这个小孩，他就去做手术。那手术对我们。 体内的那个，如果他没有处理得当的话，对我们体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哦，这是门诊中常见到的一个卵巢早衰年轻化的一个倾向。哎呀，我最近啊，这两三年我提前更年期，真的假的？提前不来了啊！我就是标准医生说的，就是更年期。所以祖宁就是妇科一直都有，对，因为我妇科就是从结婚后就有问题。其实结婚前就偶尔会有，就像刚刚陈医师有说，泌乳素会高。我在没有结婚、没有小孩情况之下，我洗澡。 我挤我的乳房会有乳汁喷出来，对。但是我第一次发现我身体有问题，然后赶快去看医生。医生就说你的泌乳素太高，然后我就说什么叫泌乳素？所以后来医生来说那个就是像喂母奶一样，可是你在没有小孩的情况之下，没有受孕的情况之下会这样，就表示你身体状况有问题。对。然后就吃药控制。后来结婚后就像刚刚讲的，有什么卵巢啊这些问题。对。那因为我又喂母奶喂了三年半，所以其实我的 MC 一直是在不是每个月规律的情况之下而发生，然后这两年本来是想要再生一个小孩，后来就发现哎 ，MC 不来，那应该要去做检查。对，然后检查完以后，医生就说你更年期了。啊，然后我就说更年期，我现在不是才41、2岁，因为我那时候41、2岁知道，我今年都44、45了。哦，然后医生就说对，其实是比较早，可是可能总不会有人45岁长得像我小朋友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只能靠外表了。其实身体里面都鬼周怀了了。然后我现在更年期的。 主要几个状况就是，当然除了人家一般更年期会有，比如说盗汗啊，或者是那个红潮啊什么都会有，其实都会有。但是不至于到很不适应。可是我会发现第一个我没有分泌物了。然后没有分泌物的情况之下，最悬的就是我连腋毛都不长。可是比方说没有分泌物的话，是不是确实会造成？比方说会不会？ 因为我不晓得那个状况是不是在平常生活当中也是会造成不适。其实你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就是阴道那边你会觉得很干，那相对的你就会觉得人不是很舒服。我觉得就是荷尔蒙影响。所以这个看医生有办法改善吗？他们说可以吃药。他太早停了，我们会鼓励他要补充荷尔蒙。对，现在趋势如果是真的更年期，要不要补充荷尔蒙？依他的症状为主。如果你有一些 令你困扰的症状会鼓励你补充，对。可是你都没有症状，那就好好养身体就好。好好养身体就好。那他们说那个药好像吃完就不能停，也不是这样子，就有补充有保佑啦。那来问一下秀琴，怎么都我这边好像症状都好像越来越多。自己说，他真的生完小孩之后呢，真的会变得比较干一点，老公比较不太常碰。 是哦，这样久了真的不行啦，就也不能怪小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像还好，他女儿现在是小三了，对。像之前又卵巢的问题，那老公又会怕你痛不舒服，又更不痛。然后呢，就因为这样子，其实这样子我真的有小小的有。 就是有受伤，就是因为觉得说，哎，老公觉得什么好像不爱，对，就很失落，就觉得哎，怎么不碰我，是不是我怎么样啊？就会想太多。尤其老公如果以前很渴望，突然变不碰，就会落差太大。对，他一定有其他管道可以失落，担心了。我们一定要去找那个管道是哪里，真的会担心。那要不是呢，这一个半年呢，就是就想要拼第二胎，对啊，对，然后对啊，你们不是想拼很久？对，想拼第二胎，然后呢，我就真的呢。
就是不太敢去找医生，然后我就自己上网去找了一些可以帮助我自己的，真的很会自我疗愈的商品，自己就是医生啦。我就搜寻到了一个很棒的、很不错的一个商品，真的真的，来分享一下，要分享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像那个涂指甲油的那种。不是，到底什么啦？私密处的保养品啊，对。那它其实它是就是跟那个韩国江南的医美同步，我跟你讲，把它撕开，对，转开，对。那其实这个品牌呢，它其实它的明星商品是脸部的，它有一个小 V 脸的一个精华液，是很有名。对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手上呢是最新的产品啊，然后它其实呢它很简单实用，包装也太可爱了，很可爱。而且你知道它就不知道怎么用它就是卷开。然后卷开它就是挤出它的那个凝胶，有没有？嗯，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凝胶。我突然觉得，其实我们在讲宪哥默默不讲话，他超想听。宪哥拿五条回去用啊。精华液是擦脸用的没？No， 就是擦私密处，然后因为它有保湿的效果，最主要呢它还会紧致。真的假的？然后会让你那边就是脸可以紧致，妹妹也可以紧致，也可以。我跟你讲，妹妹更需要紧致。然后它就是很有保湿的效果，然后再来它有紧致，然后会让你恢复弹性。哇塞，又紧致又有弹性又保湿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没有看到我今天很拘谨吗？你看我的手整个都亮起来了。而且呢，它里面呢还添加了益生菌哦，杀菌，会产生一些抵抗力，就抑制一些坏菌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觉得它这样子的话，有时候出去玩也蛮适合的。而且对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很方便啊。对啊，你放在包包，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，也不会觉得这很尴尬。你现在讲完，我们都知道。不是，它平常用盒子装，不是它平常呢就可以当私密做的保养品之外呢，你想要呢开心的时候呢，或者想要赶快生第二胎的时候，对。而且我觉得啊，像我月底要出国啊，你知道出国啊回来拼一个蜜月宝宝，好好，二度的蜜月宝宝也不错，很棒哎！希望赶快有你的好消息。那可是你发现这产品之后，志远哥有没有很开心？你没看今天录影都跟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平常不跟的，平常不跟，跟紧的嘞，就所以变成一个暗语，其实等于是一个保养品，对，这是蛮好的，对对对，我觉得都要照顾到。是，那请一下陈医师哦。这种女性私密性的保养品真的有效吗？这类私密处的保养品哈，这几年就像 iPhone 从3到6一样，其实还有进阶性，一直在进化。对，一直在进步。进步就是最早就是保持清洁就好，所以像沙叉龙、伊叉郎，对，以前就是一些化学的药剂，但是在产生抗发炎这一块，现在就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，是像一些天然的，包含流草啦、绣线菊，这些都是天然的益菌类的东西。第二个，它可能加一点点所谓的益生菌，益生菌很好玩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一部分的保养需要弱酸性的环境，对对，所以如果有弱酸性环境，以前弱酸性搞不好直接加醋了。另外就让它酸，但大家知道现在越来越透明化，你写一个醋，当然没有人要用。所以它已经是实用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它现在都是用一些天然益生菌产生发酵以后的这种 pH 比较弱酸性，对你比较有帮忙。第三个就是要保湿了，就是讲进阶版，以前只要干净就好。对，现在。如果洗完以后很绷很紧不舒服，他喜欢用保湿的概念了。陈医师，不好意思，因为男主角实在是跟太紧了，就是我帮你了。你怎么突然在这边出现呢？志远哥，你最近心情好吗？很棒吗？你最近开心吗？心情还不错，开心好，那就好，祝福你哦。好，那陈医师。第三个阶段就是保湿了，因为就。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私密处保健品都已经往脸部的概念来讲，它希望做到保湿了。保湿很多会添加一些天然保湿剂，其中有一个是甘油成分，还不错。我不知道你们用了以后会不会觉得热热的感觉，再过一阵子会有点发热。问秀琴，真的？对，因为这就是我刚才讲更高一阶了。其实它就让你保湿之外，它产生一点天然发热，所以下面热热胀胀的，哇，那种促进情感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哇！第四个阶段就是情趣的概念了，它需要有点芳香，所以就加一点天然的香精。对。最后一阶段其实真的到第五级，我这觉得已经到极致。第五级，登峰造极了。武功秘籍。第五级就是我们以前想要把它带进来的，就是让它可以产生极致的紧致。那这个其实要感谢医美的概念，所以为什么韩国我没有那么喜欢韩国厂商，但是韩国人实在厉害。对。就是他把脸部的紧实的概念，那这些东西如果能用到私密处，刚刚讲的，大家可能以为
用在外面的私密，其实它是用在里面。对，它是用在里面的，它是对哦，要还好有讲哎，不然不会用了。它是用在里面的，它里面其实紧致的部分，其实它有些专利，它用木薯的成分，木薯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其实有点像那个大家在做那个砍金有没有？要那个地瓜粉，木薯就是秋菊嘛，对哦对哦，其实那个概念，但是我现在讲木粉，大家不要回去开始用太白粉，开始乱弄，没有用，不能自己弄，怎样？太白粉加醋啊，加醋搅一搅，它其实是有专利的，因为它利用一些生态跟一些专利，使得它结构化以后，其实大概用以后30分钟会让它真的有紧实感，是，但是也不用太高兴，撑四个小时，所以四个小时真的要用掉，够厉害啦，代谢掉，对不对？不要求太多，四个小时够用了，够用了，都快用第二天了。那我要再请问一下陈医师哦，我们都知道你一直在推行夫妻之间应该要有良好的亲密关系，因为一方面它是促进情感的交流，听说对身体的健康也有帮助。对，我要先讲就是夫妻之间良好的夫妻良好的，很多时候只在推广性关系，真的很麻烦。合法的夫妻，我们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其实叫婚姻健康学。对，其实婚姻或者夫妻其实可以让大家健康是促进的。是，那我们讲是良好关系，其中一个是情感。当然身体健康亲密关系也很重要。是，举最简单来讲，好的婚姻关系跟有亲密关系，结婚以后男生平均可以多活，女生多活。良好的夫妻关系与亲密关系可以让人生拥有多少幸福日子呢？